请你搞清楚，这是真正的赛车，不是电玩游戏。我为什么要赛车呢？亚洲超级职业联赛的第六站比赛，究竟 Lions 有没有机会再度叱咤风云？你什么都有了，为什么还一直想搞垮 Lions？ Lions 根本就是一个虚伪的狗屁。如果你留在赛车场上，至少可以保护他。我不是要你跟我出不起，是你答应我。我不懂，到底为什么要赛车？每个人赛车的理由都不一样，就像每个弯道都是一道难。如果我什么都不做的话，我只会离你越来越远。那你就证明给我看吧。观众现在已经疯狂了。